接下来就是跟各位讲那个混合的题型 ，A 加 B 啦啦 ，A 加 B 啦啦，这个问题叫做糖水加糖水，糖也会变，水也会变，糖水也会变，没有关系，公式不会变，公式都长一样。下面要放溶液的体积，上面要放溶质的摩尔数，溶质的摩尔数公式长这样。那我们国中都假设可加成。100毫升，加起就是200毫升。那摩尔没有问题，一摩尔、两摩尔加起就变成三摩尔。我们都说它是可以加成，所以直接摩尔数相加，体积也是把它都加起来，所以体积相加，摩尔数相加，所以就找到体积，找到摩尔数，把它加起来就好了。啊，通常体积都不是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摩尔。又回到前面那句话，如何求溶质的摩尔数？OK， 就是这样，所以要去求，所以摩浓度乘以溶液体积就求溶质摩数，所以呢就把原来的摩数找到，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啊，这是第二个，就两个找到，然后要把它加起来，就是最后的摩数，那体积也要加起来，好，体积要加起来，体积加起来80加20是毫升，所以要除1000变公升。上面是摩尔，加起来888，然后又是回到伟大的数学，理化就结束了。我们都是数学，所以一大 M， 答案叫一大 M， 就解决，加起来就对了。体积加起来，摩尔数加起来，带回公式就出来了，就简单吧。OK， 好，于是这题多少？跟刚才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，啊，而且没有陷阱，就给体积，就给公升，连陷阱都没有，就可以直接做了。好，停车暂借问，这样子是哇追嘞。好，体积加起来，摩尔加起来，带回公式里就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找可爱小女生，可爱小女生叫做贝哈。哎呀。贝，起立，起立，五、四、一吗？你说一吗？请坐，你说一，请坐。啊，一样，刚刚讲过了，摩尔相加，体积相加，然后呢，要先求出原来的摩尔数。啊，就是摩尔浓度乘以溶液体积，啊，来，摩尔浓度乘以溶液体积就是我的溶质摩尔数，所以算出第一个这么多摩尔，第二个这么多摩尔，然后呢带回公式里，摩尔加起来，体积加起来，体积也不要换了，啊，就是公升了，你换都不用换，直接加就好了，所以答案就一大 M， 解决。这叫做混合，混合。这里呢，算混合，但是呢，它有告诉你有一杯的溶液质量，变成你的摩尔是用谁来求的？质量来求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把摩尔数加起来嘛，它对不起，我刚刚讲错，不是溶液质量，是溶质质量。它有告诉你硫酸39.2克，它有告诉你溶质质量。所以你是要从这里去求那个溶质有几摩尔，啊，还是一样摩尔加起来，体积加起来，只是你算摩尔的方法跟前面稍有不同而已，稍有不同而已。那这样子，请问你多少嘞？多少？来，可爱大帅哥，我们找一位可爱大帅哥。34，有33跟34要找谁嘞？33，33不在啊，那就34吧。对，我就说到34了。你要讲是我啦。哎，我想要哎。放着。答案五，你要等晴雯上完告诉你答案。五四三。二一，晴雯算完了吗？天要黑了。
世界要末日了。放弃吧，好啦，没关系，就放弃吧。多少？你啊，放弃吧，来。一样末相加，体积相加，然后代运公式里算。但是末要注意，后面是300毫升6大爱，那个可以用末浓度乘以溶液体积。前面是已经告诉你硫酸39.2公是用质量算的，质量要去除以原分质量。所以呢，另外一个是用浓度乘以体积的，所以两个算末的方法不一样。看一下，前面那个是有告诉你溶质质量是用质量求末，后面是溶液的末浓度跟体积是用浓度跟体积求末，所以来进去，硫酸分子量98，所以算出来200毫升是0.4末，另外一个乘完之后是1.8末，然后就有了，然后就把它往里面带了，体积加起来，末加起来，体积把它加起来，末把它加起来。好，记得要把它换成公升，所以200、300要除1000换公升，所以算出来4.4大m， 所以就4.4大m， 这就是所谓的混合的题型。然后我们做了两个重要的练习，一个是稀释的题型，一个是混合的题型。啊，想法都很简单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理解 ，OK。